台湾警察有多强，在台湾掉东西别慌张。台湾警察找东西的能力大概全世界最强大，真的。我有朋友喝醉酒 KTV 的外面，然后就趴在别人的摩托车上面睡着了，那醒来又皮夹不见了。这个怎么找？警察在两天之内就帮他找到了，有办法哦，从他坐的摩托车那边，然后一路监视器一路一站又一站，然后呢，一直到歹徒的社区门口。哇，厉害！今晚九点，东森超市33频道，我就问你正常吗？